如何用棍棒征服狗子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给马克和小柴吃完午饭，给他们每小只发一根磨牙棒，让他们磨磨牙消磨时间。我好去床上玩一会能赚零花钱的小游戏，就是我视频左下角的这个阿伟爱消消，只需要几秒钟，把相同的方块放到一起，闯过第一关就可以领取红包奖励，轻松即可上手，并且这个游戏的红包是真实有效的，虽然不能赚什么大钱，但是赚点零花钱买点皮肤还是可以的，想一起玩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左下角下载。我刚玩没多久，听见马克的叫声，怎么了？原来是马克的磨牙骨啃完了，想吃小柴的，激发了小柴的护食天性。家里正好还剩两袋薏米棒，它里面是牛皮，外面是鸭肉，超级耐啃。我打完游戏已经是5点多了，发现家里异常安静，原来小柴还在和薏米棒做斗争，而马克已经彻底被薏米棒征服了，躺在地上喘着粗气，两小只做梦也没想到会被一根磨牙棒上了一课。